所以相无相，无不相，变不变啊，无不变。所以说真空啊，变的都过去了，不断变，变到现在，是现在的真实我。所以各位菩萨，我们日日随着时间应变，所以呢，不变应万变，万变呢，还是要有一个认真不变。认真什么？认真，我们人人有与佛同等的真如本性，我们的清净性不污染，那就是佛性。佛性呢，是大慈悲，慈悲心啊。多一份善念，多一份平安，一人一善，远离灾难。